来，老铁们，在这儿呢啊，这白色一个点，120米的距离啊，看看几番能搞定它。哇、哦，应该是高了一点，而且是有点偏右。手机差点被吹倒了，风太大了。来，一起风弹道肯定会改变。哇，果然改变弹道了，再来一发。非常牛逼啊！来，这才是真正不剪辑的视频啊！咱们测一下距离啊，气球哪儿去了？找找不见气球了，放大一下。哦，在这儿呢。距离啊，对，就是这距离啊，没毛病，老铁啊，绝对是不剪辑的视频啊。